第二四题以碳棒为电极，电解浓度零点零一大 M 硫酸铜水溶液，其装置如右图所示。 有关此实验通电十分钟后的结果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老师上课说过了，碳棒电解硫酸铜，我们的正极呢会产生氧，负极呢会生成铜，所以呢选项 A 说负极的碳棒生成氧气是错的，因为正极生成氧气，氧气会跑掉，所以呢正极的碳棒质量是不改变，所以呢选项 B 说正极碳棒质量会减轻呢，那個、也是呢是错的。那么因为这里会生成铜。 的关系是因为这里的硫酸铜的铜离子不断的生成铜减少了，而所以它的浓度呢会减少，所以颜色会变浅。所以选项 C 说水溶液的颜色会变深呢也是错的。而会之所以会生成铜的关系，就是因为我们的铜离子跑向了我们的负极，得到电子呢生成铜。所以呢选项 D 说。 溶液中的铜离子游向负极呢，是对的。二次提问我们说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：，朱溶液中的铜离子会游向负极。